据台湾媒体报道，罗家佑从小到大搬过20几次家，他16岁在台北读大安高中夜间部，因父母在高雄开设医院，担心他一人在台北学坏，于是转学考进高雄中学。他笑说客家人特容易融入，与台北外省人、高雄本省人相处顺利，没被排挤。那时社会氛围保守，他设定目标拼考医科，闲暇时间就玩音乐，完全不近女色。那个年代念书第一，在音乐中找自己，跟异性接触是特殊的例外状况。他成绩维持10名内，课余时间玩音乐，人生首次登台演出就是在高雄蓝宝石餐厅，当时为金祖林伴奏。他创作新歌同学会，记录同窗情谊，强调我们经历过很多人生，那时代留下的单纯很感动，这些人跟你一起变老，有利害关系最好。有趣的是同学已经有了第三代，他否认被亏进度落后，他们很羡慕，各有利弊。他和同学平时用通讯群组串门子，每年欢聚2次，年初一起到江西泡温泉，上回他以在地人款待，带着一群耳机嗓到西门厅吃日式料理看电影，仿佛回到当年放学的青春时光。